摇吧，摇摇。哇！哎呦，七八斤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张跳，现在出发钓鱼了啊！这个季节主要还是钓鲈鱼了。今天三个钓友马上来了，等他们一会儿。开了一个多小时啊，已经到钓点了。今天船还好，不是很多。今天我们要用到两种钓法啊，一个活虾拉流钓，还有一个就是速冻钓法。现在潮水还没到，先试一下。用双钩，命中率高一点。杆子用的是装跳杆，装跳二代杆，轮子用的是千禧三号 PE 啊。报15米好了呀啊！哎呀呀！第一条，第一条。我们陆续捉鱼了啊！哎，抄吧抄吧抄吧！这两斤我就看。哎，这种的话还可以看看啊。臭鱼肉。钓鱼越重了啊！
伸出去。哇，这个大。好。哇。哇，连中了吧？哇，这条大嘞。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哇。哇，终于听到吱吱吱的声音了。没听到吱吱吱的声音。哦，哎哎哎，当心超，慢慢来，再来一次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不要着急。哦哟，可以可以，啊这条可以。像你们啊，挂底一天挂个几百个，今天一个都还没挂掉过，你们已经20步挂掉。接连送雨啊！啊，这位老师傅又中了。收起来了啊！哇，这条大嘞，谢里有的啊、哦！我操！摇吧摇摇！哇！哎呦，七八斤七八斤！哎，掉到回不去了了，天都要黑了了，还要狂摇。等一下，不要卷，不要卷，卷线卷掉。哎呦，他把我线卷到那里边去了呢。好好，你往这坐到后面去。这个放在这里没事的。我会帮你弄好的。你们两个后面去坐着。好。这袋子也打开吗？打开打。这个冰块。袋子拿出来，这个袋子拿出来。拎出来是吧？哎，拎出来。哦。都扔进去。扔进去是吧？都扔进去。好。快快了啊！有鱼嘞，这条小的，嗯。麻袋装的哦。啊。这条小的，这条比较小一点的。明天继续啊！明天继续。打包开始啊！大风大浪钓了这么点鱼了，呀，称一下，76。76斤哦，出价福建啊，收工了啊，明天继续，拜拜，明天见。